今年生日，我的第三个愿望是许给你的。那个愿望就是想见你。我爱你，我爱你，总裁。不管你们的感情再怎么深刻，当你在跟他说再见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彻底结束了。你得让他走。你醒了，有没有怎样啊？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我回到1998年，我拥有他的记忆，一切都那么真实。他跟我的男朋友长得一模一样。陈玉茹，喜欢你。我很想成为那个能懂你的人，那个能在乎你心里在想什么的人。我只是没想到原来你这么喜欢我。啊，不是车祸。警察从你的伤势研判应该是被人攻击。如果韵如跟你真的有着某种无法解释的联系，或许你可以改变韵如死去的过去。我希望更多人注意到我，尤其是之前攻击我的那个人。这是一枚助听器，我们怀疑这是当时袭击你的人所遗留在现场的东西。如果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回去的办法，被杀死的陈玉如就是我了。一切都似乎是从那起袭击开始的。我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都无法改变事实。老实说，我早就怀疑你不是陈玉如。他说的那些荒谬的话全都是真的。是不是在这无数交错循环的时空之中，早已发生过千万次，而每一次我都会像现在这样无可救药的爱上那个来自未来想要改变这一切的人。杀了韵如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要用什么方法才能从噩梦中醒过来呢？拜托让我回去，让我回到1998年，让我改变这一切。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当我想见你的时候，如果你想见我的话。